他们都说主播都是为了钱，对吧？人活着都是为了钱，但是我感觉人活着不只是为了钱吧，也为了点别的。感谢你们用耐心听我读完这一首词。作为一个主播，很多话不能说，所以写下这一首那送给你们的歌，想把你们感动，努力喊得生动。当我一次次心痛，才发现才艺没用，可能我喊得不好，写的词还太少，可能是我太渺小，那但是我还没老。看着歪比和协议，它都比喊麦有趣。当我写完这一句，才发现那么无力。你们说的激情，喊不出我的名，也许根本不会赢，那但是不想停。我还记得当时，梦想来得太迟，放下所有的不值，再多写一首麦词。想要不忘初心，用了全力打拼，想要留下我的声音，哪怕多一点功勋。想要走出成绩，证明我在努力，不敢去想出人头地，只想要个机遇。那马一空词间断，感谢我心还没乱，想要用我的年少换那一声称赞。什么声音都有，戳着我的胸口，对不起，我不会走，我还要悔恨很久。模仿谁的音调，你才会为我笑？我的路不是王道，但那是我的骄傲。可能我不够完美，喊不到那结尾，但是不想做个傀儡，我怕我会后悔。有时也在感叹，在为了什么奋战，这条路怎么这么慢，它好像随时会断。他们说要不惜用千万，别忘了本性，都说人的命是天定，但是可惜我不认命。我用我的僵持换了千百套词，他们说我来得太迟，可是我觉得值。既然天空不垂，又有谁会相随？最后忘了我是谁，也不忘我狂这一回。喜欢的宝贝们，双击评论666，感谢老铁们。